心脏不舒服，那个我看了李彤，然后这边是毛主席金光闪闪的像，李鹏好像这么矮，毛主席这么高，金光闪闪的像，金光闪闪的像，金光闪闪的像。有个年代，那个叫早请示晚汇报，有一个时间段呢，中华搞那个早请示晚汇报，早请示晚汇报，哎，毛主席像在那边，很高大。那时候那个李鹏啊，看上去很小很小，很矮小，很矮小。那个时候啊，早请示晚汇报，早请示晚汇报，李鹏啊，心里感觉有些痛苦，感觉有些痛苦。早请示晚汇报，因为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，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，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。所以他搞得很痛苦，很痛苦。他想批评吧，找不到批评的对象；想自我批评吧，也不知道批评自己，批评什么。所以啊，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，他也很抵触，他也很抵触。但是又要装得很积极，又要装得很积极。早请示晚汇报，早请示晚汇报，搞得他很痛苦，搞得他很痛苦，搞得他很痛苦啊。后来啊，他干脆啊，像人家工程一样的，放个红蜡烛那边，放了一个红蜡烛那边，哎，延安那边有红蜡烛，放个红蜡烛那边，放在毛主席的像下面。放在毛主席的像那边，放在毛主席的像下面。他们怎么想到这一招的呢？因为他在延安的时候看到人家放了红蜡烛，所以啊，后来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，他就放了红蜡烛。他没做，他也不怕，他也不怕，因为他。就是毛主席不会知道这个事情，因为他是无神论者嘛，他是无神论者。他发现啊，早请示假汇报，他不做这些，照样生活的好好的，这样生活的好好的，所以啊，他开始啊，不信这些了，他心里反而不信这些了。他更相信玩弄那个权术，更相信玩弄那个权术，并不需要恻隐真心，并不需要恻隐真心，并不需要恻隐真心。所以啊，他从早请示晚汇报当中啊，得出个结论来：对上没有必要真心，对下更不在话下了，更不在话下了。由于这段经历，奠定了他那个敢于造假，对上敢于造假，对下毫不留情这样的性格啊。对上造假，对下毫不留情的那种性格啊。也就是说，他六世能干下这样的毒手啊，从那时刻。尝试性的在早请示晚汇报的过程当中造假有关，他觉得造假没事，造假没事，所以啊，后来他一路造假，一路造假，走上了权力巅峰啊。再见啊。